奥数分成两个班，那时候大学有四个子加一丙丁，啊，然后有一个人，那时候是六个人当中只有一个选的丙子，就是还要多上生物的。那时候生物老师、生化老师他从来没有教高中啊，还要特地从北中请一个来这边讲课，一个老师教给我。所以说你六个人到底要分成两个班，要分成四个子，你怎么分呢？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说服这些观众的神父。所以你移民一开始就，移民一开始就男女合班，男女合班。然后再另外讲一个，我怕这个故事流失了，因为当时要指导这些事情的人，现在还在这个世界的只有我一个。高校长也走了，马神父也走了，杨少壮也走了，是的，就是黎明的校长。黎明那一套高中的校服为什么会改？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哦，白色，所以所有的高中学生都要穿那个军训服装。那有一次啊，那个男生不是戴那个军训帽吗？到时候我们教室的后面都有那个钉子，让学生挂那个帽子。有一个中女的，那是第三届和第四届了，有一个中女从凤的毕业，他中女来这边念，高中念我们这里，他把那帽子弄得扁扁，然后呢又画上那个帽上面又把它画成乌龟壳，掉在那个地方，掉在那边上课，就好像掉了一只乌龟啊！我说这怎么看呢？是不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高校长，其实是我跟杨少龙当讲说，我们为什么不来换校？我们自己来创造校。啊，你们导师来了。好。我先说校风。很大的，冒着当初政治，冒着政治上的忌讳改的。那我要特别讲的是，你们女生的服装，女生的服装为什么是绿色的裙子？当初就是我们说要把北艺的衣服做到地底下，说我们把北艺的绿色的衣服换成裙子，坐在底下。就是这个观念，你们衣服的袖子上要绑啊，那个那是什么？那时候是马校长、杜校长坚持要嫁出去，其实那个服装是由一个当初他爸爸在家里仁爱国小的一个女同学，她大部分是她设计的，颜色是我们改的。我要特别讲的是女生为什么会是绿色的裙子，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把北女坐在屁股底下。不过后来事实上黎明的高中部有半年成功，半年成功。然后再说就是说，你们如果出去之后会觉得黎明当时候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我们并没有很保守，我们的教学应该算还是很不错。因为那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那个教育那种已经往生的杨导管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坚持一个信念嘛，要让学生也会读书，以后会玩，要玩得有品味，从环境当中就学很多。所以当时我们也带动黎明的那个高中，所以每一届都有带出去玩过夜，是不是？都有这样子啊？都是啊，几乎每年都有做啊。对，但是我到了新北去之后，猜不到，那边的学生的气质啊，或者怎么样，这也是所谓谈的名校，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差很多，差很多。所以今天呢，我看到各位，我很非常兴奋的，真的非常兴奋。
其实要来之前，我还拿着你们的那个更新簿哦，拍的好。不过几乎很多人都在岁月的侵扰下，你们都比较轻松。那个是有改变，那个民风没有什么变。我觉得一讲起来，其实很多网络的情景都有些影响，真的很激动，很感谢啊。我的角色应该可以了，再请你们的导师。那我可能做完之后，等一下就会敲敲手，好，敲敲手，谢谢各位，很高兴见到各位啊。